拥抱，和解。路易莎现在连馅饼都拿不动，玛利亚诺的鼻子就像被压过的烂木瓜。你是不是疯了？伊莎，你好像在生气，知道怎么样能让你消气吗？温暖的拥抱。给我出去。我、所有事本来很完美，阿玛很高兴，全家都很高兴。你不是想要当一个好妹妹吗？那你就为毁了我的人生向我道歉。快呀、快道歉。我很抱歉。你的人生太美好了，出去。好，我向你道歉。我不想毁了你的人生。但是我有更大的问题，你这个有公主病的自私鬼。自私鬼？我这一辈子都活在完美无形的压力之下，但是不夸张，你唯一帮过我的事就是把事情搞砸。我没有搞砸，你还是能嫁给那个无脑帅哥。我从来就不想嫁给他，我这么做只是为了我们的家。